SickKids 病童医院是加拿大少数提供 CAR-T 细胞疗法的医疗中心之一。CAR-T 细胞疗法是通过基因改造患者自身的免疫细胞，令他们能够识别并且清除白血病的细胞，从而能够长期缓解甚至医好他的病。9月18号星期三是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。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由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直播筹款，请你继续捐款支持，请即到 SickKidsFairchild.com 捐款。 Fairchild SickKids 为儿童打造更精准医疗新时代。